拨打1922或者是卫生局的部分，电话都很难打，根本打不进去。这一小姐一早8点快筛阳性，好不容易打通卫生所电话，请求提供防疫计程车再去医院做 PCR， 对方就要求先到防疫大平台填写资料再做评估。这一小姐填完之后，一路等到下午3点多，迟迟没人联系。家中就是有老人也有小孩，该注意的事项或是我自己自身的权益有哪些都没有人告知，这点真的其实蛮困扰的。像甄小姐一样联系不上防疫单位，只能苦苦等待的不在少数。有民众27号住在网络上抱怨，一家五口3人快筛阳性 ，PCR 也确定确诊，仍然没有人理，根本成了确诊孤儿。眼看本土确诊数越来越多，基层卫生所1922根本无力负荷。台北市长柯文哲抛出快筛阳性直接当成确诊者，医界也站同一阵线，包括台大儿医院长黄立明说，进一步去做 PCR 将拖累医院量能。台大工卫教授陈秀熙也认为，可以学习纽西兰，快筛阳性直接自主在家隔离5天，搭配视讯问诊给药。面对医界逆时钟挺科，陈时中再次强调，目前筛检政策不会改。可能是伪阳性的，做了人身自由的限制，那在目前来讲也恐有不当。陈时中解释，快筛并非百分百准确，可能会有10%的伪阳性占用医疗资源。如果把这些民众框列隔离，法律上恐怕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疑虑。而且台湾采检量呢还很够，采检量 PCR 一天大概还没有超过10万嘛，哈，那我们总量大概可以做到19万。量能够是够，但卡在行政通报系统大塞车，更别说后续的公费快筛事件，还有物资怎么提供给确诊者。政策走一步算一步，民众只能抱病在家继续等等等。环宇新闻郭思文、黄韵竹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